春节说春，过年话年，平安三六五给您拜年了，祝您天天好心情，年年笑开颜。这个春节我们邀请十位备受大家喜爱的青年笑星，一起热热闹闹过大年。从除夕到正月十一，我们在笑声中跟您一起共话中国人的2018年。新年快乐，过年好。哎呦哇，大家都来了，平安三六五在这儿给您拜年了，祝您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今天又会有哪两位来到节目当中，又会带来什么宝贝呢？宝贝的背后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勾起您的回忆呢？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两位。哎呦哇，叶鹏，哎呦王波，欢迎王老师，好，你好。坐。二位呢，这个肚囊宽敞，里边全是故事哈。今天有意思了，今天我们说带一件宝贝，我一看叶鹏坐在这儿，哎，好像这宝贝应该从您这身上变。那绝对的，你知道吧？我这儿有戏法，他这穿着这大褂变出一盆金鱼来都不信。对，还有烙活呢。我这有戏法啊，来看看，我给大家伙儿变。哎，你看，走，又换，就这个。这可真是好东西，哎，6409工厂，对，公用，对，你看这上面还有那个时代的特色，有特色，有毛主席的语录，对，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，要看到光明，要提高我们的勇气，哎呦，这可真是，这个搪瓷缸子对咱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，是吗？你不印象不深？我就唯一的印象就是回家之后，那个桌子上肯定有一大半缸子，里边是漆的这个。北京叫高碎茉莉花，然后拿这个呢，先倒到一碗里，再续点热水喝。嗯，老人呢就老说你别那么喝那温吞水，说容易拉肚子。对，这是我印象最深的。对，这个半缸子到现在我们家还是，我还拿它喝水，这喝是痛快，不是掉地也不碎啊，掉地也不碎。哎呦，说起来，王波老师对这个物件应该有感情。在工厂工作的人，100%对这个全知道，这个家家都有，而且每人都手里拿一个，而且这个你刷的太干净了，刷的太干净了，不行是吧？这里有的得有那茶锈啊，一圈茶锈才成呢。要的这没有茶叶怎么办？倒上水，它有茶叶味儿，对，茶锈可值了钱了。这个是当年那个热血青年的标配。哎，对了，这是白手巾。对，蓝工作服，这手端着半缸子，还拆铝饭盒，还有铝饭盒，还一网兜，大个铝饭盒带网兜，这个东西啊，我跟你说有饭盒的作用，哎，可以，对，这不光能喝茶，对，吃饭也行，吃饭也成啊，打个饭比这有的还比这有大号的，大号大缸子，打个饭有的时候弄点汤，通常有电炉子，对，把它往电炉子上一搁，一烧，对，吃老吃热，对。我们一说这话题啊，搞不好这个电视机前的大爷大妈们都老泪纵横了，这就是他们的青春啊。那个时代热血青年，那个时代改革开放早期80年代的，您记得那歌吗？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，荡起小船，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，荡起小船，能否轻轻吹，唱这个歌的那个年轻人现在就是电视机前我们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，我们的爸爸妈妈，他们已经老了。哎呦，真是看见这些别老泪纵横，这就是热血青春啊。你看我们现在啊，中国的这个老龄人口，也就是说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啊，已经将近突破3亿了。中国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。是。那我们这个时代啊，真的身边的老年人越来越多，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这老年人跟咱们过去印象当中老态龙钟，什么老了没用了，完全不一样。不一样啊，大爷大妈的时装模特队，对啊，中国大妈出国什么，咱甭管说人家是出国跳广场舞，是买金条买什么，关键是劲头在，对，特别愿意紧跟这个时代，他们愿意把自己身体弄得棒棒了。咱们现在改革开放40年的，我还50年60年70年的，对呀，对吧，我们还要赶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呢，对啊，建党100年呢，就是喜事一个接着一个，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一定把身体练好了，一定把心态保持好了，您硬硬朗朗的，后头好日子还多着。现在那个政策
退休金，对，然后八十岁以上老人还有这个补助，单独的补助，对，太好了。过去我们说到老年人，如果不是经过这个改革开放，大家的生活富足了，我们的国家日新月异，取得这么多成就，大家的变化，我们说到老年人的时候，更多的印象当中可能是著名的油画家罗中立的作品《父亲》，就那样的一个满脸沧桑的一个写照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，没有今天的老年人白白胖胖硬朗朗。对，我觉得最能代表今天老年人状态的是谁呢？著名的朗诵艺术家，也是我们中国主持人这个行业的开创者之一，陈铎先生。这是汪洋，是大海吧？不，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。那才是咱们中国老年人的代表，希望大家伙都像陈铎先生，又漂亮又年轻硬朗。谢谢大伙，谢谢各位。哎呀，回到北京演出啊，我这心里是特别的高兴，也很激动啊。但是我觉得回到北京来呀，怎么样，光唱点这不够，还有什么呀？这不实惠。那您想什么实惠呢？我从上海带点东西呀，今天送给在座的各位。还有礼品啊！实话实说啊，您知道这美国迪斯尼呀？啊，对对，在上海川沙那分舵呀，啊，这么一个，我怎么听着像非法组织啊？上海迪斯尼乐园，就那分部啊，分部门市部啊，不行，越说格局越小。大合作社，也是宅基地里建的。哎，就是上海迪斯尼乐园那儿呢啊的那个套票，啊，迪斯尼的门票拿着点啊，拿着这个呢，您不光上海，还怎么样？全世界哪个迪斯尼到那儿拿着我这票翻墙进去，我就瞧瞧。所以通队不用你票就翻墙就能进去，那保安还得撵出来呢。人多呀，不是你人多不行，拿着点票送给您在座的还有小朋友呢。这你这票啊。虽然值不了多少钱，你坐飞机到上海，这是全世界各地，你这成本太高了，对不对呀？你上上海嫌远呐，你这个外国更远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拿这票？有个消息您还不清楚？什么消息？这美国迪斯尼怎么样？马上这个保定这分舵马上开了。这别老说分舵，怎么保定迪斯尼？保定要开迪斯尼，可不是吗？哎，这还刚听说。那等您介绍介绍，竣工了。啊，保定迪斯尼，拿着我票瞧瞧去。哦，哎呦好，看看咱保定的米老鼠什么样。这爱上地域什么事儿？那当然了。保定米老鼠什么样？听着亲切呀。保定米老鼠带着大头，一见小朋友，哎，小朋友问好，喂，我叫米老鼠。行，哎，米老鼠。行，这米老鼠吃驴火长大的，什么口音呢？小文，你不到保定不看米老鼠可怎么得了？喂，你把普通话培训好了再上岗好不好？米老，他听着亲切。你上国外，你没有这口音，叫米老鼠。行了，这国外也没有雇这样人。哎，坐，好啊。不能说保定话呀。那看一看去。对。另外看看我的新作品，跟这正演着呢。哎，你等会儿。听着这。都瞧瞧去。不是国内的，国外的。怎么？迪斯尼还有您的作品？跟他们合作，要不然怎么能有这么多套票呢？不是，什么作品您在迪斯尼演呢？灰姑娘。哎呦！看人小朋友都乐了，灰姑娘是您的作品，格林童话300多年了，知道吗？是那是老版本。您2018年该怎么演，咱们心里有个数。哦，您改编的是吧？也算是，反正揉揉新的思维方式。哎呦，那您了不起，可不是吗？是吧？有机会去看看去。灰姑娘啊，怎么样？大伙儿都知道。对呀，都知道。其实灰姑娘这仨字儿不是人家本名，那当然是她江湖上的浑号，叫这灰姑娘。不是，怎么听着还像分舵里的事儿啊？外号灰姑娘，人有本名。本名有啊，叫什么知道吗？叫辛德瑞拉呀。呵呵，你明白了。对对，那当然都看过。那咱别说废话了，表演一下啊，在这儿表演，当场就演。那可以呀。今天给您个便宜。什么便宜？您来这个辛德瑞拉啊，我演这女一号。这灰姑娘，这色儿也像个灰姑娘。你管这色儿干什么？您来这个女一号。可以，我来灰姑娘。灰姑娘，那您来谁？我来除了灰姑娘之外的所有人物。那咱就开始啊，来啊。那就说这一天，灰姑娘在她姐姐的逼迫下干着繁重的家务。但是她的姐姐时不时用恶毒的语言侮辱着她。
拼刺刀呢，这是谁呀、啊？日本灰姑娘，这干嘛呢？这是，这不擦地呢吗？你不像，你往下点哦，这擦地似的。擦地呢吗？啊，姐姐跟边上啊，我拿刺刀的灰姑娘。哎呀，看呐看呐，看你笨手笨脚的样子，这地擦了这么许久都没擦干净。哎呀呀呀，看这窗子也擦不干净，这多脏！你拿过来，你看我擦的多干净。哎、你怎么擦？你看看我擦多干净。你拿点。哎，不擦不擦。哎，你别擦呀！你这蠢货还没有吃饭吧？没有啊，怎么？你看我赶紧给你做点饭。还剁上菜了，你说？哎，我赶紧。哎，还会颠勺，你这。你先吃着饭啊。不是干嘛？这给我。哎、不是，这灯也出来，我把灯泡换一换啊。好家伙，你这既不凶狠又不恶毒啊！啊，我都插不上手这个。不是我在边上呢，弄中国了似的。啊！你拿恶毒的语言侮辱我，看着我干活啊！我侮辱你？当然了。这玩意还求侮辱？讨厌不讨厌？什么叫求侮辱啊？你看你笨手笨脚的样子，哎呀呀呀，这窗子擦了这么许久也没擦干净，哎呦！这多少灰这个啊！你看，哎呦，这多少灰！你看，你看，又让我擦干净了。不是你欠我钱，你拿过来，我来。不行，不是你跟我这争劳模了似的。不是那我怎么？你上皇宫去，别不捣乱。你呀、啊，你干你的活吧，擦你的玻璃吧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要到皇宫去擦玻璃了。这不你回来了。我们家培训保洁的似的，你上皇宫参加舞会去。对，我到皇宫去参加舞会。擦玻璃想我走了。哎呀，灰姑娘的姐姐去了皇宫，这个时候神仙教母出现了。嘘，哎呀呀呀呀，看哪看哪，这就是可怜的灰姑娘，看她干着繁重的家务，蓬头垢面的。她的头发是灰色的，脸是绿色的，鼻子是紫色的，牙是黑色的。什么色儿？我这是？我想把你说成一道美丽的彩虹。我这一道美丽的果盘儿。什么？灰姑娘，灰色的。看哪看哪，她的指甲是灰色的。灰指甲呀？不是你这神仙贫不贫呢？你赶紧帮助我呀、哎！我来帮助你。帮助我！我来帮助你。哎，不，不用了。这玻璃我姐姐都擦干净了。你用魔法帮助我。哎，我用帮。哎，这有个大南瓜。哎，对，我要施展法术帮助你。啊，把南瓜摆好。哎，看，哇，南瓜饼。哎，这不，你给我变回去。不用你做吃的，我姐姐比你做的好吃多了，知道吗？马车。哦。哇。马车型的南瓜饼、哎、那不还是马南瓜饼吗？就是马车马，看大马车。哎，这回对了，没有别的条件了吧？哦，别着急、哎、看这是赶马车的杨少华先生。不是，怎么还变出一杨少华来？哎，没有他没人赶车。杨少华过来看。我赶马车。行，变出一这个来。好了，走吧，可以走了。不走，最重要的道具水晶鞋呀、啊！哎呦，差点忘了最重要的水晶鞋了。哎啊、来，给你穿上吧。哎，穿吧，趁热穿上去。有穿你了，你给我变双新的呀！变新的，变新的。我不好意思，我的魔法都用光了。你魔法都哪儿去了？刚才魔法都用来变杨少华了。你说是不是？是冤枉了。谁让你变他的？别行了，别提这些。咱上去吧，哎，穿上吧，好吧，那就这样。灰姑娘穿上了神仙教母借给她的水晶鞋，灰姑娘上了马车，马车缓缓升空。哎，灰姑娘，教母，忘了告诉你什么呀？午夜的钟声敲响之前，一定要赶回来呀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如果钟声敲响了不赶回来，怎么样？除了杨少华，其他都会恢复原样的呀。这什么杨先生抗魔法呀？是怎么着？记住呀，记住了。就这样，杨少华先生赶着马车像一道闪电一样飞到了皇宫的门前。灰姑娘走下了马车，走进了皇宫，她等待她这心上人邀请她跳第一支舞。请您跳支舞好吗？好吧，不知您是？我是杨少华。不是，杨少华。
杨先生，哎，不是杨先生，您这么大岁数，您跳不了舞，您上马车上坐会儿去。我看这、啊哎，不，您看这，我等王子呢啊。我要开花。哎，这不，那边危险啊，你去吧。你找谁啊？我找王子。王子在那儿。哎呀，没问你呀，快去吧去吧。哎呦我天哪！听跳支舞好吗？不知您是？我是米老鼠舞人。我、啊、去。不是怎么这舞会谁都请啊？像话吗，米老鼠？我说你不行吗？哎，不是，谁知道？不是怎么他俩还聊上了？这别闹了，行，我等王子呢。听跳支舞好吗？不知您是？我是王子啊。好，你不是保定王子吧？我是真正的王子啊。那好吧，王子。当当当，钟声敲响了。这太快了吧，这个姑娘，王子，我要走了。为什么要走呢？我一定要走。别走啊！如果十二点的钟声敲完之前我不回家的话，我的继母会打死我的。不要走，我一定要走。别走！对，客厅啊，姑娘，你的假牙掉了。这不假牙像话？有掉假牙的吗？好精致的玻璃假牙呀！玻璃假牙，有拿玻璃做假牙，牙床都露着，水晶鞋。姑娘，灰姑娘。跑上了马车，马车腾空而起。这个时候，钟声敲响了，当当当，灰姑娘和杨少华掉了下来。跟杨先生一块儿回的家。第二天，王子拿着水晶鞋去找他真真正正的主人。咚咚咚，滋鸟。灭门了？那没有。灰姑娘住凶宅里是吗？哦，姑娘，这鞋是你的吧？这个，它不是我的。你说它不是你的，我不相信呐！我找你找的好辛苦。那么多姑娘，你为什么偏要找我呢？你还问我呢？昨天你一脱鞋不要紧的，所有人都晕过去了，现在一个能下炕的都没有。神仙叫不是汗脚。姑娘，它是你的对吗？它不是我的。不。你试一试好不好？好好，张嘴。不，还是假牙吧？你拿过来。哎呀，太合适了！你就是他真正的主人，姑娘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好吗？王子，我愿意嫁给你。啊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我叫辛德瑞拉。好美丽的名字呀！是啊，王子，你叫什么呀？我叫米老鼠五儿啊。我叫新年，我是马春然啊。这一到过年呢，给各位提个醒儿，什么呀？这过节聚会特别的多，对呀、啊，您可千万别暴饮暴食，是少吃这油腻的东西，别多吃。尤其呢，咱们多睡觉，少熬夜，多休息。没错。最后我们哥俩祝您春节愉快。